大家好，我是 ACY 希望的 Siri， 欢迎收看今日市场行情分析。本视频是仅对市场行情做以分析，并未将您的个人目标以及财务状况考虑在内。在上个交易日，周五8月11日，美元指数进一步下跌，跌破93整数关口，徘徊于92一线，因受到美国季调后 CPI 年率升幅不及预期影响，促使美联储对于今年年内再次加息保持谨慎态度。同时，朝鲜局势日益加剧，令美元前景更显迷茫。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美国七月未计调 CPI 年率实际值录得 1.7%， 不及预期值 0.1%， 前值为 1.6%。 同时，美国七月计调后 CPI 月率录得值为 0.1%， 高于预计值 0.2% 以及前值 0%。 数据公布后，令美元指数跳空 0.13 美元，下跌50点。ACY 希望认为，七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涨幅低于预期，指向温和的通胀，这可能使美联储今年谨慎地提高利率。美国通胀水平最近几个月意外地回落，成为了美联储决策层挥之不去的心病，这是阻碍美联储加息升息的关键阻力。尽管市场中大部分经济学家以及美联储官员认为影响因素只是暂时，但实际上通胀的放缓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。美联储主席耶伦此前表示，美国通胀前景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预期至关重要。他在七月份于国会发表证词中指出，美国通胀水平持续低于决策层设定的 2% 长期稳定目标位。此言即暗示，美联储密切监测实际通胀表现及其预期进程。此外，近期特朗普就朝鲜问题在社交网站上发表了一系列强硬的措辞。国际政治地缘形势趋紧，令市场持续处于不安之中，预计美元指数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可持续的反弹。即便它已经被过度抛售，眼下美元的任何修正反弹都只能被证明是暂时的。好的，我们看完美元指数消息面新闻回顾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元指数技术面的分析。我们从日线图中可以看出，美元指数始终维持明显的震荡下行趋势，这种趋势在下方 MACD 中体现得更为明显， MACD 的柱值不断增大，没有任何背离的迹象，这表明美元指数在调整之后仍然有望再创新的低位。目前美元动能指标呈中性，5日、10日、20日以及周移动均线均下移，美元整体格局偏于负面。在美指小时图中，目前价格仍然处于宽幅的震荡区间，震荡两条红色线之间，目前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趋势，投资者请耐心等待机会，不宜操作。建议投资者关注下方支撑位 92.93， 上方阻力位 93.50。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后市中有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值得我们所关注。本周一8月14日欧洲时段17点欧元区公布6月工业产出月率，隔日周二8月15日北京时间9点30分，澳联储公布8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，请投资者不要错过这些重要信息。今日市场中无太多数据公布，投资者可适当调整好仓位，等待交易机会的到来。好的，感谢您收看今日市场行情分析，如有疑问请登录官网咨询官方客服，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中给我们留言，期待您的到来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。